CNA Lifestyle 杂志选出2021最具人气亚裔时尚 icon， 中国三位艺人入选，分别是肖战、王嘉尔、迪丽热巴。 CNA 是集亚洲新闻台，是位于新加坡以报道亚太新闻为主的电视频道，覆盖范围超过20个亚洲国家和地区。可能这份 list 更多的是参考了明星的商业价值。榜上的几位内地明星都是扛着很多重量级 title 的时尚宠儿。肖战，新加坡媒体 CNA 发表的文章，肖战作为最受欢迎明星被写入标题。肖战作为最亮眼的中国明星之一，他可以说是最受追捧的歌手兼演员了。目前肖战一年内新增 Gucci、真理时、托德斯三大高奢代言，都是代言人头衔，为品牌当下最高头衔。据悉，肖战是当下内娱唯一一位手里有三个高奢代言人 title 的艺人。近日新鲜了 ILA 开年刊，商业价值算是当下内娱里一骑绝尘，在海外也多次登上市区及多国趋势，时尚感也是炙手可热。王嘉尔入选2021年最炙手可热的亚洲名人时尚偶像，这位27岁的中国歌手兼主持人，学历自带风格，作为卡地亚、芬迪和阿玛尼等顶级奢侈品牌的朋友，王嘉尔还担任自己创立的街头服饰品牌 Team One Decision 的创意总监。在11月的 GQ 中国版毛体年度人物活动上，王嘉尔一身红火的西装尽吸眼球。除去中国内地的三位以外，还有 K-POP IDOL 组合 BLACKPINK、 BTS、 KAI， 今年凭借爆火全球的影视作品入选的也有由游戏女主和漫威亚裔英雄男主刘思慕，最后还有全智贤女神。你看好谁呢？欢迎留言。